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onster 美怪物神话。今天我和阿顺来玩灾厄啦。阿顺，嗨嗨嗨嗨，我音乐又太大声了，有一点。你听得到吗？好，那就先等我们一下哦，马上回来。好，我们回来，阿顺，我要选哪一只？对，我们看你啊，你要写多的吧。我选克林，克林血很少、哦。我知道16跟那个我突然忘记那个名字了，安娜差不多。等我一下啊、哦！等心的跑跳跳跳，管他吃的乱七八糟。短一短一短一。哎、欸，阿顺，你姐，阿顺，哎呀，哇，太大了！阿顺是跑去哪里了？哎呦！哎呦，打一下喷嚏就害我忘记要买什么。嚯、哦，一下墙就快坏了。挂了一下机，哎、欸，捡，不用啊，我要拿优能的、欸，没事，你先捡来吧。哎、欸，我都帮你备弹好的，说你没开完整啊，白痴。那僵尸呢？僵尸被我清掉，不然你先破吧。嗯，给你。不用，因为我后期要破墙，所以我。我得拿一把，对，我先准备好。好，走。啊、对，我选错刀了。哎、欸，你射，你竟然射那个墙壁，那墙壁可不会死。我也这么觉得，我要死了。快点冲！走！我看到麦马西在动。呵呵。白痴！对啊，你被残达卡到了。不是，我被残达那个鸟陷阱抓到。哦，超痛！阿顺痛死了。我也这么觉得。我是不是该死了？哎、欸，啊是。哎、欸，你饶我一下。没有，我复活，复活。你没按一吗？哎呦！我还不想过去，有一只。
你开始斗了吗？我只怕会还有一只会跑出来。你应该知道我在说哪一只吧？团打，不是。雷逼啊！每次等这一段时间都等很久。哦，我掉下来。哎，为什么跳不上去？快快快快快！因为我就在卡你那框框去啊，怎么废话？啊！不要动啊！不要动！错在我的枪被打掉。你知道你是真的有障碍，你知道吗？我的枪一直被射掉。我知道。十二，怎么那么快？因为简单的讲废话。为什么一直跳不上去？对啊，我跳不上去，这是为什么？哦，很雷，好开哦，上去跳，再跳，再试。哦，再跳，再上分，再跳上去。好，转过去一点点，好，不要跳。好，哎，好像踩着要，踩着要。你踩着，我死。真的是，连跳一个东西都不会。你拿血镜子一刀，他就挂了。快点，OK。就是这样的。你知道吗？这样好像那个斧头。刚刚是我后天的话。十字，什么十字？你自己看，我这样准备好，可以出现短暂的十字。有没有看到短暂的十字？就只没看到，因为你在外面引怪啊，当然没看到。好，我该跳下来。哎，我先去拿一下卫生纸。对啊。好，拿好了。体力不痛吗？我现在才发现我的手上有纹身呢、欸，挡不就好了？为什么？你要掉下来啊？我故意掉下来的，因为只剩三十几秒。走走走走走，准备走了，强行突破。哦，痛哦！还好吧？你知道吗？超痛的，我的防具一下子就掉一大格。
你不破墙吗？你破啊。可是你这样等级升吗？破不了。给你破啊，我引怪就好了，反正我血够多。我是。对啊，你抽到那只角色超。哎，破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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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一直听到你一直在受伤声，你是怎么了？没有，被僵尸咬到了。也够多，不用怕。谁在打我？墙的隔壁是不是有一只怪物？对啊。有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忘了。没有在上面。哦。就几只而已。长期加成就不好。又要在这里撑一百多秒。其实我蛮讨厌这一关的。你拿五炮。你有病哦，拿那么多把，这叫洗枪好不好？所以我才说你有病哦。嘿，这个点枪支打不到。好，手劲要很大力哦。哎，阿顺，你看我。阿顺，你看我僵尸打不到这个点。如果我把雷比亚引上去，你就死了。喂，你不要再鸡巴哦！你看这只僵尸在跳舞。好，不要看你跳舞了。你去死！还好跳我？没有，算了。我只怕你跳，你就会死掉了。不会啊，难错。现在姜王正在跳舞，你要不要来看？哦，算了，你在对付他，你的枪被打掉了。哇、哦，好多只啊！你还 OK 吗？那没问题啊，讲什么废话啊？我还有一把神器，那个叫神器吗？还蛮算神吧。我哎，如果你们有听到啊啊啊的声音，那个只是我开艾尔的声音，那个不用担心。我艾尔只是开始挂机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嚯，炸弹一直在乱跳哎。强迫的都不会叫的。哦，竟然还有一只！哎，没射到！搞毛有两只。欸、三只，先摔要紧吧。哎，我又被笨蛋这样，这超痛超痛超痛！拿进来啊！
不要抓我啊，史必曲！我连续背两个僵尸机卡、欸。而且我还得用治疗券。而且还有多少？300多，你满等了、哦？满了、啊。就说真的给他们打，我也不会死。来耍这把枪。你买那么多斧炮要干嘛？我想问。啊，就洗一洗就好了。算了。借你的，虽然说我有，可是我也来洗，把你的丢在地上。真的打完建议拿什么？我拿是神者。那我拿圣痕哦，圣痕清管。拿。哎、欸，我们负责雇两台好不好？你要雇哪两台？我雇这两只，这两只。你雇两只，只要以中间为基准，不要超过这条出现。尽量喽。我好想用 bug， 不知道用不用出来。就是你看，要不要我们两个人同时卡那一点？就以这条中线为基准。啊、哦，然后你那边的，你那边这两只，我知道，哎，出来哦。啊，伤害没伤害？我也忘记。他要做完招才会有。你不用对他洗还没有用。刷钱啊！喂，太狗了！一开场就瞄我。哎、欸，你那边，后面，你那边。我知道，我刚才被僵，我刚才被僵尸卡。哎、欸，我变，如果电我，不要再跟着我了，你还丢火焰？在那边，我知道。哎、欸，你不要突然欠局位置好不好？哦，超痛！我有点疑问，为什么王一定要跑我这里？他喜欢你吧 ？Yeah， 他又不是 gay。哎，没想到两个人，我们按的时间，按的配合这么好。哦，哎、欸，石僵尸卡我，害我被炸。没有 RPG 不好用。什么没有 RPG？ 喂，你又丢我，你可以再搞。哎、欸，你那边你哎、欸，我这边在那边啊。僵尸不要再卡。
哦，我要救，我要救，我要救啊！阿叔，阿叔，我只要一滴血。你按该按五啊？我没有用啊，我刚才已经狙了，已经有按了，我现在不能再按了。快来一刀刀啊！我死了。不用复活啊？啊？不用复活、啊。你是要叫我按复活还是不用按复活？不用放，不用。啊！该。喂 ，you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哎，你为什么你的血还有这么多？你又按了治疗键。我觉得那个哇很鸡巴，一直马上一直拿东西丢我这边，有个鸡。表示他非常非常抓女生。我男的、欸，他又不是 gay。等一下，有没有好像？刚才死僵尸卡，哎，啊，现在开始回派气功，哎，对啊，为什么丢你啊？哦，哎，你那边，你那边。怎么这么荡了？没有，因为那个喷那个雾的话，它会变荡。哎、欸，只是擦过他身边而已。Sorry， 哦，欸、痛痛！哎、欸，我按错了。哦，真的好荡哦！刚才还不会这么荡的。哎、欸，在后面，在后面，在后面，哎、欸，快！对，放点刀。我，哎、欸，越喷越荡哎、欸。好、哦，是你了。你秒王的吼。对啊。多谢你了。我都有个荡死了。我都拿血滴治秒王。如果拿这个鸟王会怎样？会啊，也可以啊，我可以教教怎么用那个鸟王。哎、欸，你怎么会有那一把？雄巨、哦，超爽的。我不知道这样，我还有，哎、欸，不是鸟王的，哎、欸，是我。对，你鸟王的。安妮姐，他在挂机。挂机。对。盖金。来、啊，再来一场。这一场、啊，